哎呀，这是我非常最开始的一种录像方法哈，就把我的手提电话放在我的钢琴的右角落。今天喝了些香槟，所以心情非常不一样。看看这个我的新钢琴呢，虽然贵，虽然新，但是录出来的效果不敢说那么好哈。能看到我的手吗？唱出那歌声的翅膀，亲爱的，随我前往，去到那恒河的岸旁，最美丽的，好的。追求爱情，喝了酒之后，更向往爱情。乘着歌声的翅膀，乘着我们梦想的翅膀。7月10号，2022年，希望你能喜欢。